一年级的小朋友，那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们进场。导师王秀慧老师，一校导师杨淑英老师，一人导师万家平老师，一爱导师蓝芳兰老师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一群博学多闻、爱好运动的一年级小朋友，我们爱看书、踢台拳、爱画画、下围棋、推象棋、跳舞蹈、踢足球，样样一级棒。我们是高水准的运动员。是我们一年级第一次进场，看我们有活力的样子，而且要仔细听看我们唱的台语歌哦。校庆典礼呀！好，我们也预祝他们今天有很好的表现和成绩。谢谢一年级的老师的指导，谢谢。